我就是想看老老师啊。啊。这个大咖的这个艺人啊、哦，这个黄老一字排开来哦，那当中年纪最大应该是我们雷爸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最年轻、最帅的，最帅的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雷爸，从家得到这个最佳男主角，好，我们恭喜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第五秒。也去了地母庙、宇宙之母的庙，还有城隍爷。哇，地母庙、城隍爷都非常开心。那刚刚都介绍了，我们这一部是阐扬我们台湾的在地文化，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嘛。就咱就这边，咱弄去拜拜求平安。这个宫庙文化除了发扬这个儒道佛。啊，个有爱叫人一定爱孝孝顺，友好是上重要的哈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大家要记得，我们这部电影的名字，但你有小夸奖品要送给大家。哇，小礼物！这部电影叫什么？看到灵魂的那只眼，先记哦。我才不要现在叫你，现在叫你，你马上就记得。那个我们哦，那个南投县政府住埔里区的主任。潘丹龙班主任哦，特别哦，这个有那个我让大家有奖问答，猜对的猜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哦觉得哇，那陈明真好像都不会都没有变一样哎，感觉起来永远的女生，感觉起来好像跟妓女一样年轻呢，像姐妹这样。哎呀，这个我问大家哦，请问陈明真的哪一首歌曲哦让大家最耳熟能详？知道的举手。来来来来，你说。背心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请到台上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欢迎到台上。没有，就是你啦。喂 ，Hello。没关系，他们儿子帮他拿，儿子帮他拿。来，谢谢、哦、谢谢。来来来，合照一张，合照一张，合照。想说难得都上来了。好了，刚刚已经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那讲出电影名字跟几月几号上、哦欸？电影的名字，还有我们上映的日期，来给大家共传、哦。我们数到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这样的好不好？那明真姐选一个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好，来来，那个黑五白皮包的那个小姐，就是你啦。来来来，欢迎到我们台前，欢迎到台前。那、啊、你们有准备奖品吗？这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送给他好了，开运金币哦，开运金币哇，今天那个祈福过的，太幸福了，太幸运了。哦，来来讲讲看。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阿丽要不要电影名字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礼物，这里有那个我问你一下，请问一下霍震奇哈、哦，他演的这个男主角里面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以前演过的影片哦，那个情谊啊，叫陈什么？陈什么？你不要讲陈水扁哦。